大家好，我们是盛思科技有限公司，下边为大家推荐一款2015年最牛逼的防爆膜啊，2015年最牛逼的防爆膜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款防爆膜是我们独家研发的纳米防爆膜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是防爆膜，它是钢化膜，但是它的柔软程度大家可以看一下，360度弯曲啊，360度弯曲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是钢化膜，下面我为大家操作演示一下这个膜的具体的功效如何啊？我为大家操作演示一下，由于时间关系，我就接的不太好啊。随便贴上去的啊，随便贴上去。然后这是我们的工具，这是剪刀，然后这是那个剪卡器啊，这个大家都知道吧，扳手啊。然后我为大家演示一下这个膜的具体功效，这是我的手机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是我的手机啊，这是我的手机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一个完好的 iPhone 5S 啊。我为大家演示一下砸核桃啊，砸核桃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个还不行，干脆拿这个手机来拍核桃啊，看着了啊，看一下啊。看一下，这个是拍核桃的效果啊，手机完好无损，手机完好无损啊。再看一下，拿这个砸，拿这个砸，看一下啊，完好无损啊，完好无损。再看一下，如果这样戳的话，肯定会戳到我的屏幕，肯定它肯定能把它戳穿。但是说你要是这样砸的话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，可以看一下效果啊。再看一下，拿这个来戳。屏幕完好无损啊，看一下，我现在揭开屏幕给大家看一下，看一下外表啊，外表已经划成这样了啊，看一下我的屏幕，看一下我的屏幕啊，完好无损，完好无损。